阿弥陀佛是最好的祝福，但是你懂得怎么利用阿弥陀佛这句话吗？如果你懂得，真的我告诉大家，都荒废了好多的宝贝机缘。阿是无量啊，弥陀佛，弥陀是光明啊，所以你念阿弥陀佛是无量的光明，照着你，给予你，赐福给你，与你同在啊。所以你们念阿弥陀佛是口头语啊，习惯这样回应啊。而佛教徒不是就是念阿弥陀佛吗？习惯了，听习惯了，就顺口溜了。不是啊，我们还加上我们的念头啊。当你念阿弥陀佛，阿字出来，无量的，弥陀光明的，他不会就照你一个人，他一念阿弥陀榜，无量的光明从阿弥陀佛，从无量的光明的宇宙意识全部都放光下来。